老锅儿，老锅儿，走两步来。哎，老铁们，我们来到了湖边，现在就是我们来观赏一下这个景观。我先走了。啊，哦，他需要的话，他需要的话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帅的，嗯，刘海丑吗？不丑，不丑。嗯，可以啦，还往里走，你走那水里得了呗。那水还那么远，你就走那水里去。紧往前走，紧往前走。真的特别像那种淘宝上面拍那种老年装的那老太太，对，有点味儿。那冰凉，这冰红了，这个山山雪游，这脖子好，头一甩，走了，哎，这功夫小，教学，等会儿。有没有一个冰块可以给我拿起来呢？挑一个呗，这么多冰块，哪个你拿不起来？你拍我，你拍我，我现在找一个冰块拿起来，好吧？拿拿拿，好。这个。什么？Hello。随便拿一个算了。这是透明的。现在是那个著名的吃播艺术家吴麒麟先生，现在为大家品尝一个湖面上的冰。影子挡住脸了，对，拿远一点。对，哎，他现在手里握的是童年的纸飞机，童年的纸飞机，终于又飞到我手里。好，来扔，来三二一，扔我干什么？离我远点扔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我让你往湖那边扔，你往我身上扔。我拍全身。哎呀，看着，这没病都走不出这两个道了。哎呀，这太不错了。你再往里走，我给你头吃了。走远没光了，乌漆嘛黑的，像偷地雷的。现在呢？黑。因为这个光本来就是。是的。嘎黑。还好，不丑。我宝贝怎么拍都好看。哎呀！哎呀！